你会怕痛吗？还可以，其实从脖子就很硬的。哦，心，有点痛。这个是比较深。哦，这个太痛了。屏住，不可以骂脏话。哦，对，这个太痛。Like us on Facebook if you haven't, and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 for more new videos. 这个不好受，这个太痛了。你有的地方已经硬得像骨头一样。为什么会硬？工作还是生活作息的累积哈。还是酒喝太多。我没喝酒好吗？啊，昨天也喝。代谢比较差也会。哦啊，这不能骂脏话对不对？不行，太痛！你为什么要请我来？你是不喜欢我？不是。啊！痛！这痛又痛。会酸哈、哦。哎！啊！啊！有点痒。容易胸闷的哈、哦，这里可以加强一下，可以舒缓。这边比较舒服，没那么痛。之前第一次受伤是那个，就是跳的时候，有一次练习的地方的时候，跳就受伤。完这边完全不痛，就真的是在按摩的感觉。来推拿哈，回去以后都会有差不多三天会，会有那个酸痛感。那痛完会整个舒服起来。啊、大家好，我是英珠。我一开始弄的时候真的很痛，痛到哭那一种。可是我之后应该会想一直来，我都自己拿了名片了，很舒服。有多舒服？弄完之后是真的蛮舒服。对。英珠，你加油。